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。你几年在这里？我八点。八点。啊，几点？啊，几点？到下午五点。八点到五点 ，OK。因为我回来的时候，回来。但是我常常去日本跟台湾。哦，台湾、日本这样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以前在仕事吗？工作吗？在学习学中文，学中文。哦，学中文。但是我爸爸妈妈都在日本，哦，都在日本，所以我两三月一次回国，哦，这样很好啊。然后常常看过这里，然后可以坐下来喝茶，真的 free 的。我以为我需要买。还有 D3 Shrigate 那边可以写毛笔字，啊，哦，真的？对啊。D3吗？三万给的。哦。那是右边 Mickey， 右边啊。右边。D3三号登机门。哦。要不要喝一点？可以去那边写书法哦。OK， 谢谢。书法他都听懂吗？是这个样子的。他正在学中文啊，也可以去那边写写书法，很不错。在大学念书。有日本人那边的那个感觉。有吗？那你台湾几年？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台湾好，台湾好就是很多旅客在这边拍照。嗯啊，所以他们写信就是在那边拍照。谢谢。因为也许你来台湾没有拍到那个台湾两个字啊。啊，对啊，很少很少。所以你来这边拍就是有那个样子，台湾的感觉，啊。所以在这里。对，啊，来曾经来过台湾啊。谢谢，好喝的茶，好漂亮的店员，谢谢。怎么念？阿里。清香阿里山茶。清香阿里山茶。对。谢谢，这个很好喝。对啊。3000块。这个可以到店上看，因为很多种价格。啊 ，OK。你这边只是给泡给人家试喝的。就是奉茶。奉茶啊，就台湾，情侣客喝茶，就是希望。那我想再一杯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也可以吗？可以再一杯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谢谢。包装。东方美景有没有？东方美景。我住的地方文山区。住在那里，风景很好。对。谢谢。你在那边。这样子。你站这边，等一下。小姐，谢谢了。好，谢谢，旅途愉快。有没有这样子？台湾好。对，台湾好。台湾好。Yes. OK. 谢谢。